大家好，我是吉吉。今天元旦啊，祝大家元旦快乐。然后我们在2018年第一天带来我们《恋与制作人》的第九章的主线剧你可以情。暂时关闭影像杆和耗琴，把新年第一天放心交给我。新的一年，希望可以慢慢开窍。如果不能也没关系，对于你。我的耐心有很多。哎呀，凤鸟。好，今天我们录九章，然后之前还是先说一下，这个视频呢，我会以中央戏精学院优秀毕业生的身份，全程带入女主。我不仅会念剧情台词。我甚至还想演啊，所以那个不习惯或者说不太喜欢这种方式的朋友啊，现在离开还来得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信息。从我们的李布丁开始吧。新年快乐。哎，你也会发这种短信？你也是新年快乐呀？你是群发的？你是群发的吗？群发的我不对对，就要这样。不是想吃我做的饭吗？十分钟后。哎呀，对，这骂一句，然后又给点甜头，哎，真是服不了。好，我们看看学黑的。新年快乐，今天打算怎么过？录完视频出去浪啊！出去玩。哎，你要来吗？怎么是你要来呢？在家宅一天。哎呀，这个加班吧。显得女主比较苦逼。好巧，我也在加班啊，累的时候可以找我聊天。因为我的礼物等着你签收，是把你自己扎了个蝴蝶结送给我了吗？等我回来告诉我你喜不喜欢他吧。哎，他是不是送我一只猫啊？从此我也是有猫的人了，呵呵呵。哎，有毒。好，我们周甜甜的。哇，周甜甜的这么多呀。啊，那我们最后再看吧。为什么我对甜甜总是那么的冷漠？哎呀，我们白苏苏真的是这个手机里边料的飞起啊，见面的时候一脸淡定。谢谢你的晚餐，今天的你很美。哎呀，哪天不美。这有点那个，谢谢。哎，你也很不一样，穿了西装。对，很禁欲，还不是为了配合你。不过天气冷了，还是多穿件外套。这话就跟多喝点热水一个道理，还不是为了美。哎，来撩一下。哎，不行，表里表气的。而且还是要撩一下。我不在的时候还是要穿外套，身体最重要。好，知道，多喝热水。我知道啦，放心吧。哎，怎么还有？跟你在一起，我的话也变多了。你从叶修变成了黄少天。早点休息完。展览感受，谢谢你陪我看星空展，小事情都谢。这展览怎么样？这啥玩意儿？这很美就写得很浅薄啊，你都没看到深度的东西。我们是有一个有内涵的女孩。
看出了画家的情绪，是星空展吗？又不是画展。来来来，疯狂的事情。所以你不喜欢这个展啊？不是不是，后半心不在焉。不，你在我身边，我还看什么展览啊？我看你就行了呗。想到了爸爸，想到最近发生的事，想到了最近发生的事吧。最近我都死了好几回了，有什么麻烦可以告诉我？哎呀，这啰里吧嗦。想知道心情变好的方式吗？做运动，做运动。什么鬼？找时间带你飞。好好，谢谢我白哥，带我装叉，带我飞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朋友圈。连咖啡都煮不好的笨蛋还能做什么？我可以做很多事的，做一些爱做的事，是不是？谁说煮不好？我是故意的。对，我能做的还有很多。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s. 自说自话，带我去那个奇怪的地方，自己还睡着了。每句话都在怼我。你这个口是心非的人，你真是傲娇啊！随便撩一下，我今天是不是又睡着了？是啊，口水流了一地。教某人拳击，好不算太笨啊，开玩笑。白老师，哎呀，白老师好酥啊，白老师。我如果没当歌手，一定是个特别厉害的极限运动大神。我想体验一下打电动吗？这个总作为一个总裁，你吃个飞机餐你都要那个啊？不，刚什么飞机餐？吃个工作餐都发微信。炫富啊，对，奢侈，这有啥好奢侈？食材会变，时空会变，只要心意不变，就会老。哎呀，你就我不知道要回复啥，这些我怎么记得是我以前回复过的呀？晚上要跟我一起看小星星吗？芭比，哎，不对，突然变成妇女线，很多迷妹回复你了吧？对对，肯定很多人回复你了，我只是你其中一个。哇，你还加好感度，调教啊，50度50度0，傲慢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贵族运动。哇，我从来没骑过马，这样比较心机啊。他就会想说，那改天就带我去骑。又是一年，你在法国还好吗？谁啊？前女友啊？对不对？人想就去追啊。啊，这傻玩意儿怎么那么多呀？然后我狂发一堆。好，然后我们结束之后再来看。我们这一章录制完，再来看那个，说李泽言神秘女友钟先生，网友3个月内逼分手，风流倜傥王建飞，竟在某酒会上，啊，是我啊，是我，未满30，好吧，甚至有网友称我打赌他3个月一定分手。什么？李泽言恋爱了？那女的估计是看上了李泽言的钱吧？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不仅看上了他的钱，我还看上了他的人。哎，真是的。3个月啊！啊，这是我抽到的一张，哦，不是，过关了一张约会解锁的。
留言狂魔，周楚。哎呀，抱歉，我手机那个来消息了。我停播一会儿。